迎收睇九龙东张西望。我哋收到可靠嘅消息，话联合医院急症室呢度差唔多所有医生都打晒针噶咯。我哋而家即刻去睇下究竟系咪真嘅先。先生，先生，呢个急症室唔俾影相噶。我冇影啊，我拍片嘅咋。拍片都唔得噶。有咩帮到你啊？咩事啊？我哋系九龙东张西望噶，我哋收到报料咧，话好多急症室嘅医生已经打咗针噶咯。究竟你哋系有咩计仔嘅呢？哦，原來你想借我哋鼓勵啲前線同事打針係嘛？得，冇問題，我帶你去見陳醫生啊！佢喺你呢邊啊！多青多青，九龍東張西望有同事要訪問你喎。哦，係你好。Hello， 陳醫生你好啊！我哋收到咧可靠嘅報料咧，話急症室好多醫生都打咗針喎，究竟係有幾多食咧？哇！你好犀利，我都知道。嗱，而家我哋差唔多有九成半嘅醫生打咗針噶啦。不過講多個小秘密俾你聽。剩翻嗰一位兩位同事咧，其實都預約咗打針噶啦，所以好快我哋係100%嘅同事係打咗針噶啦。醫生方面，你點解鼓勵啲同事打針嘅？陳醫生，哦，咁我真係要讚下佢哋啦。佢哋咧都係為咗我哋嘅病人，為咗呢個社區，咁亦都咧打針之後都覺得可以保護到自己同屋企人啦。初頭啲同事都有唔同嘅考慮嘅，不過經過醫院舉辦咗幾次嘅員工嘅講座啦，亦都有感染控制嘅同事嚟同佢哋講解咧，咁佢哋都釋除咗佢哋嘅疑慮。亦都最後都選擇咗打針，去選擇嚟保護到我哋嘅大眾嘅市民。咁亦都佢哋希望盡快可以翻翻去以前嘅生活，一起旅行啦。咁呢個時候，我又想請阿 Miss Lee 同你分享一下我哋點樣鼓勵我哋嘅護士同埋其他同事去打針啦，好冇？啊，你好你好。Hello 平姐，你有咩絕招啊？又其實咧，絕招咧都係頭先陳醫生講咗嗰啲噶啦。我哋醫院管理層開咗好多 forum 啦，有好多專家講咗啲同事關心嘅嘢啦。我哋都盡快想恢復正常生活㗎，啲細路哥要翻學㗎，就好似醫院咁，啲病人屋企人都想探病㗎。咁我哋又想去旅行，都想通關㗎，係咪？都唔想話翻鄉下，跟住就要隔離十幾日，甚至乎21日，然之後先可以見到自己即係鄉間嘅長者啊咁嘅樣。咁我有啲助理嘅同事都講，好想翻鄉下，食佢自己養嘅雞啊咁嘅樣。咁咧就覺得係美味啲。咁所以大家努力啦，一齊打針，咁希望可以早日恢復正常生活啦。咦？我哋好似仲有秘密武器嘅喎，陳醫生。係啊，我哋有秘密武器就係我哋嘅沙飛醫生啦。就在那邊，我們現在立刻去找他吧。好，立刻去看看，請你出你的絕招。沙飛醫生，你有什麼絕招啊？如果真的想在安全以及遠離病人的情況之下，想給一些未打針的同事知道，首先要發出一個比較震撼性的聲音。這個震撼性的聲音我可以示範一次。有針打啊！我的同事聽到這麼有震撼性的聲音，當然就會立刻撲針打啦。医护齐打针，免病毒入侵。除了急症室之外，我们收到消息，外科的医生打针都超过80%的了。前面就是周医生的 office， 不如我们立刻去问下他。周医生，周医生，我们收到消息说急症室的医生差不多全部打完了，我想知道外科是不是又是这样呢？我们外科部门的医生一向是手起刀落，疫苗接种率已经超了80%，但是强中自有强中手，高处未算高。好欣慰同埋佩服急症室嘅医生，疫苗接种率已经将近100%。我喺呢度亦都呼吁九龙东所有嘅同事尽快接种疫苗，保护自己、家人同埋病人，实行做到 U 针、I 针。作为九龙东张西望嘅主持人，我唔会放弃噶，即刻带大家睇下其他部门嘅打针情况。同事，同事，你打咗针未啊？我打了針啦，我哋保安部90%人已經打咗針噶啦，而且仲拎咗獎添。打針好處多，千祈唔好拖，大家快啲嚟打針啦！耶！睇嚟九龍東好多同事都打咗針噶咯喎，你哋打咗針未啊？未打，快啲行動啦！